就在这天挥手告别，说声再见，就别再继续留恋。若再次见面，别回忆当年，平行时空未来再次向前。最后一次拍照留念，你我的画面，定格照相机里面。
Spotify。现在我们因为没有 speaker， 所以我们用车来炸歌，连门都开了。你要这么准、我拿作品旁边，我不知道还喷哪里啊，我还是上面拿那边。准备，三二一，起来！不过还有我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